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。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《万火之后175:186 52-53 元神 5.0 纳塔全宝箱加火神童加全任务加全成就加探索度 100% 加传送点一条龙全收集路线。我们来到这个圣火竞技场右下方这一个传送点，然后传点之后，接下来小球往北方向地图上方，如果想游历离月明胜的话，我也可以从这个小别这里往下方看了。在下方这里有一个镇守宝箱，你有亲王怪本拿宝箱，然后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，在前方这里有一个挑战，把这先附着这个龙身上，也要开启这个挑战。但是上方这里有个摩拉石盒，好，捡起了之后我们这里往前跳，然后继续向上爬，好，爬到这上面，然后最后挑战宝箱，好，开启了之后啊，这里我们转向北方向地图上方，这里我们要爬到这个坡上，好，在右前方这里我们要补充一下这个燃料，好，补充完之后我们往北方向地图上方，所以贴着这个墙往上爬，跑到悬崖顶上，好，爬上来之后，所以我们先切换一下这个状态，好，这里我们要拿出这个弓箭手，这里试一下这个气球史莱姆，然后全部射到之后，我们再行跑前往这个柱子上，在这里有一只鸡，那这里跟着这个鸡，好，在前往空中这里有一个火神筒，这里我们可以附着这个武林，然后这里回头直接跳上来剪刀，好，那这里再回去，然后我们这个鸡的宝箱，然后我们打开地图，传送到右下方这个齐天祥这里，然后这个神像珠啊转向这个西方向地图左边往前走，好，在我们前方这里有一只鸡，所以过来跟着这个鸡，所以送到头之后会有一个镇守宝箱，所以他在害怕，我们先来清怪，哎，好，这里清完怪之后我们这里回头，哎，收到这个鸡，快拿到我们刚才这个镇守，咦，好，鸡归二之后这里还有一个宝箱，然后这里说一下，在这个大水怪上嘛，这里有一个石盒，大家有需要去捡一下，好，然后这里有吗，朝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，这里沿这个悬崖边往前走，在前方这个悬崖边有个丘丘人，那在这里有一个篝火啊，我们点一下这个篝火，好，这是一个宝箱，那这里大家先把怪清了，再落的树啊也很疼啊，好，这里清完怪之后啊，西方地图左边往前飞，在这里有个 NPC， 打这里做一下这个挑战，这里要12000分左右啊，好，这里我们这里附着到这个狐狸这里，好，这里往空中拉，好，再翻滚一下，然后往前走，好，这里的话我们用二段跳啊，二段跳啊，然后赶紧这里再按 T，再按移拉过来，好，这里我们等一下 CD 往前勾，好，这里的话我们要捡一下这个炸弹，炸在这空中这几个牌子，好，然后这里
空中会多出这个钩子，我们先来右边，然后左边，好，然后是正前方，所以右转，往前走。好，所以沿着步骤一路往前。好，所以分差不多了。好，完成这个挑战，这也是三个宝箱。偶遇之物，亦有风也。好，拿到这三个宝箱之后啊，这里还是继续对话。接着开始，这里我们要借一个坐骑啊，借个狐狸。先把这个符啊拿到手上，然后这里我们要这里退出。选择要退出这个挑战，好，租借法，然后我们再往这个西巴丢左边朝下方看啊，下方这里有一个大石块，左边这里有个炸弹，等这里炸一下，好，里面是个宝箱，那开启之后，我们再朝着这个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，就往前走。好，再喜欢这个。水池周围啊有两个气泡啊，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是宝箱，然后前面的话是那个石盒。好，然后紧接着我们朝这个南方向地图下方往前走。好，而且往这里有一个长颈鹿，我们站在这长颈鹿这里，在前方这个石柱子背后，在这里有一个石盒。好，捡起之后我们转向这个转向这个西巴丢左边往前，这里勾过去，在这里有一个镇守青王怪来拿宝箱遗珠起壁，我们转向这个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，再喜欢这里有一棵柳树，然后喜欢这个柳树的位置，直接到这个背后。好，从这底下这里有个石盒，那捡起来之后我们再朝着南方向地图下方，所以前方有一个瀑布，自己向上爬，爬上来。好，在这个瀑布上方这里有个印子，这里来变这个狐狸，然后这里水面上是有几个气泡啊。好，这里我们先用弓箭手先射一下。好，射爆之后我们在这里附身，然后这里会出现这个事业印，我们射了这个事业印，然后这个瀑布中央这里有个火神童，